三，再来，再来什么？实心的吧，我记得。一二三四五六。脑袋不够啦，因为当时是用半砖，然后噗噗平平盖过去的，现在突然又改成这样子盖，我当然忘记啊。二三四五六，第六个放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第六个放这个，两次六，好，一二三四五六。几层啊？一、第二层。好，看一下。六，一二三四，第五，啊，一二三四，第四层，怎么长度偏了？我盖错了吗？有吗？没有吧？走开啦！哦，没关系啊，反正不是，是六六五，什么六六五？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哎，是哎，你怎么会知道？你昨天就在看了吗？是五吗？糟了，我刚刚是不是忘记什么了？一二三四，哎，真的哎、欸，看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干嘛？啊，其实这边没差的啦，这边我等一下要。这边是要种田的啦，所以还 OK。为啥不左右都六六六？因为那时候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再问当时的我，在想什么？为什么不那样盖？
大鸭肠。那干啦怪怪。不是吧？是哎、欸。下次不盖什么对称了，气死了！累死自己干嘛？石头不够啦，新年新希望哦、喔。啊，咪咪，我的愿望只有一次实现过，之后就都没实现过了。是想共种个田，怎么这么累？不要被恶意嘛，你就好好念书啊！你不能说你不念书、不努力、都翘课就不被恶意啊？懂吗？我要换歌了，我原本的歌比较耐听耶。嘟嘟嘟噜噜噜噜。来喵喵哥，什么喵喵哥？可以不要版权的吗？可以还有不要有，还有不要还有 不能赚钱的吗？等一下哦，
我要去找那个了。范围，我农场还要远的吗？三一这么大吗？还是二七、二七十三、十三十四？好，二七好了。那么大天要干嘛？可是我田要圆的还是方的啊，烦哦！怎么可能盖三角形啊？傻眼。三，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三个，一个，两个，对，今天的音效包。Thank you.
一二三，三格一格，哦，两格，这里。对，一二三，一二，我差点跳过去，白痴哦。Why？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一二三，一个两个，为什么？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哎，所以对面这边有问题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格两格，两格一格一。二三，没错啊！一二三，一二三，一格。哎，这边到底怎么回事？等一下，陷入一个怪怪的循环。一二三，三一个一二。哎，一二三一。一二，哦，这边好像一开始就错了，所以这边一开始就错了，哇！等一下，这边怎么盖的啊？为什么？哪里不对？奇怪，其他地方都对啊。一二三，一二啊，一，哦，白痴哦，全都盖错了，欸，算了，挖掉吧，这才像个圆。好闷哦！一二三，一二，哎，可是这边就对啊，奇怪。一二三，一二三，一二，这样啊？可是到底哪边不对啊？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应该要再叠十四格啊！我知道原因了啦。这个圆是偶数，不是奇数，所以我们这边开始，你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哎、欸。